南山中学住校艺术家林玉山的书法，台南市美术馆董事长苏宪法形容，有楷书四大家之称的颜真卿的《苍劲古朴》，还有欧阳询的《轻重虚实》，起伏顿挫之姿，加上研究篆体、隶书、草书各家书体，精彩的书法值得欣赏。目前林玉山在南山中学艺廊开展的书画展，综合了早期就读师大美术学系到南山住校期间的创作，横跨了40余年多元的表现形式。那这一次的展览可以说是住校艺术家的一个必经的过程，也是一种重要的活动。那个人呢，在学校期间，那么创作一些书法作品，由于要举行一个展览，可能要有一些作品来一起来参与，所以就收集了一些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、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作品一起展出。南山中学校长蔡明成表示，林玉山从彰化师大美术学系系主任暨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退休后，被董事长王继光邀约担任住校艺术家。这几年来，不仅无几职，也拉着台湾师范大学图书传播学系退休的妻子林树慧，每周指导对美术书法有兴趣的学生。现在透过艺廊公开展览林玉山教授的作品，欢迎大家到场欣赏。利用这一次的展览，一方面把他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也利用这一次的一个分享，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学习的机会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难得、非常有意义的活动。那南山艺廊是对所有的社区居民开放的，也欢迎我们所有的社区居民有空的时候可以到南山艺廊来参观。林玉山教授横跨40余年的艺术创作，历经传统和现代洗礼，多元的表现形式，相信能让欣赏者大饱眼福。记者尤文怡综合采访报道。